單車的綠道，可以自己上網 search 下。其實深圳的咧海岸線咧 OK 嘅，尤其由呢個寶安一路落嚟，咁咧我相信都紅樹林啊一路咁過啦，前海啊，咁其實咧海岸線係好靚。咁香港亦都係相對嘅啫，嗰邊就香港啦，我哋呢邊就係、是。就是深圳啦，咁咧單車其實好方便。其實咧，而家大陸咧搞呢個綠道咧，搞咗成差唔多十年噶啦，係好多人唔知道，或者深圳生活都唔知道，或者廣州生活廣州都唔知道。佢哋周邊城市睇下，深圳呢啲城市，上海無錫，或者你去呢個杭州、蘇州去睇下，佢哋每一笪地方咧。都是有綠道嘅，綠道即係俾單車踩的意思，即係好似台灣咁啦。你攞架單車，拍拍卡，解咗鎖，你咪揸翻，去到你附近停低，拍翻個鎖，拍拍張卡，咁個單車就得噶啦。咁架單車就係政府嘅。咁我哋去到南澳啊，去到龍崗啊，都有啲綠道嘅。我舉個例，你唔相信我？連上網查都費撚事，咁唔搞好簡單啫。我實際啲，每個。星期六、星期日六點鐘至六點半到啦，過關至八點鐘嗰段時間，你去羅湖過關翻大陸，你睇下大把我哋香港嘅單車友著曬，因為香港踩單車係得嗰幾笪地方，而且亦都危險。佢哋咧就每一個禮拜六係拖男帶女，僆仔都有換曬裝束，話係可以參加奧運咁啊！啊，全部翻深圳就係、是、踩綠道。我想每一个礼拜都超200人至300人之间是过关的。每一个在这个时段过关的人一定见过他们。装备齐全靓单车。所以我说我是不是勾噏看看。第二有些做东莞做厂的。他说屌你老哪有你所说的心太软生太软死到底啦乜乜乜乜。啊屌你老母刮到是。你话东莞死咩？一条地铁接通深圳，上接增城去到广州，成条深圳沿岸，仲系成个东莞啊！啊嘅楼房物业，未来嘅经济就由呢条地铁带动。其实唔系嘅，惠州都系嘅，河源都系，全部地铁概念一路系咁去。咁你话喂，屌你老尾，都冇十八式啦，点点有？不过隐藏啲啫。啊，東莞服務咧依然係世界第一，細心啲揾下有嘅啊。不過你哋仲係講緊，屌你老母夜晚冇夜生活，咩節目冇啊？各樣嘢，我相信啦，喺東城行出去文華萬達出邊酒店行出去萬達廣場嗰度，成個一個小區啊，全部做食賣貴嘢。每晚人流有几多少人？自己睇下，高消费品有高消费品嘅市场，低消费品靠淘宝。而家本身大陆就系分水岭噶啦，你仲系谂住夜晚咪屌你啊咩乜？冇啊！佢哋而家做嘅系比较高级客。生态园边有啊？唔系冇，你睇下。即系呢个世界咧，有人抌钱落去，唔会抌落水度嘅。明知死人就抌啲洲际酒店。索菲特全部在东莞做桥头堡，全部都爱嚟做乜嘢啊？好简单啫，全部都是做度假村形式，一家大细拖男带女，揸私家车停在那度打高尔夫去玩去成，低消费家庭收入乜家庭客咪死啦？你错啦，呢啲人最舍得使钱。我哋冇咗高档消费贪官嗰阵，人哋而家实事求是就系做啲比较中产阶级嘅人，佢哋揾到钱悠闲啲嘅生活上，同埋佢哋觉得大陆太多唔好嘅食品、毒食品，呢个系事实嚟嘅，无可否认。但系当你毒食品充斥嘅时候咧，就变成咗咧有一个另外一个叫做食物链咧，就变成咗啲人啊追求高质素啦，有舍得起钱嘅，佢哋就喺呢啲地方。大陆的果园啊，达松山啊，三角啊，啲果园全部我嚟任俾钱任责，讲明无公害，去睇下成个三角镇，去望一望。我哋有个网友叫 Bird 嘅，佢做农产品交收嘅，你问下佢而家就系咪做无公害嗰啲嘢有几多？亦都睇下好似广州嗰、那个，同我讲
屌你老味鸠噏放屁吸，冇数据。喂，数据我冇怀疑佢真，但人民感受先至系最实际。最穷嘅地方，佢哋幸福指数最高。你话知爆，你睇下南沙最新开嗰间花之恋人寿嘅，唔系寿司啊，花之恋人啊酒店啊，叫百万葵园啊。四周围几个花海围住间酒店，好靓。佢哋养嘅鸡系咩啊？葵花籽鸡，用葵花鸡、葵花籽喂只鸡食，然后每个人住呢间房就攞翻只烧鸡翻去，无公害噶，几好味，几好味。你哋真系要睇下，逐个消费去到边，睇到边，佢哋个从头嘅着力点喺边度？深圳唔使讲啦。你仲同講深圳做廠，大把 IT 人才，喂，升個8%喎，屌樓價，佢哋炒嘅樓當然有道理，接貨棒，但係回跌跌唔到幾多嘅。我哋1997年高峰期永遠超越唔到1997，香港咪超越咗咯。誒，2003年死，沉一沉再升，好快反彈，因為以前叫做咩啊？北上廣深，而家係深北上廣，深圳係成個中国的中心，我哋香港好多企业其实喺前海噶，全部有，你噏不出都有，银行都有操作。点解啊？因为咧，中国系一个愚民政府，专呃人，但系佢都一个政策政府，佢咧只要定咗个政策咧，佢就会全中国之力去做起嗰个政策。二三线城市佢死，有得佢死，但系大城市永不爆破。广州嗰个网友佢同我，佢喺度讲，你睇下，边度边度好淡，我都系讲句说话啦。你住广州，出去消费下，几多广州嘅食店，唔好话出名啦，普普通通，夜晚好难揾位噶。食在广州，唔系食在香港啊。香港随时揾到位啊，广州好难揾位噶。你在廣州生活的，不要妄自菲薄，廣州人很巴閉的，但是廣州人不讀書，所以最重大的，所以最重要的學校，重點學校，廣州人很難得到，尤其大學，因為他們為什麼？近南方，資源豐富，那些小孩可以多方面發展，不一定要靠讀書，很多小孩做生意，小小個跟老豆老母出入打關係。广州有个广东人或者广州人有个问题，广州人尤其广州人凝聚力强嘅，对外来捞死捞仔死捞妹，我听咗几十年啦。中国人，我有个细细个翻大生活，广州城，广州系城市，系咪？香港仔，香港系一个好少嘅地方，澳门街，澳门得几条街嘅啫，再上啲大上海。我十零岁几岁大，我啲老豆老母已经灌输俾我听系咁，所以广州城嘅地位优越，13行系咪啊？甚至而家我有句同人嚟讲做生意嘅口头禅：出地不如集聚地，聚地不如散地。出嘅地方价钱未必平，聚嘅地方市集都未必平，散嘅地方就最平。所以广州食嘅好平，卖嘅嘢海产类。好平，好多货品做厂喺嗰度卖，原厂卖唔到。一德路、南泰路，自己去睇下，全部我哋香港做大陆货品嘅，唔理你各行各业，全部都喺嗰度落嚟嘅。自己行下睇下，所有都系香港人望下，佢哋做嗰个生态链系点样？上下九梗系唔得啦，专卖平价嘢啊嘛，系咪啊？上下九死成咗好耐啦，咁你睇北京路咧？珠江新城啦，吓，广州塔啦，海心沙啦，系咪啊？我哋都有句说话，广州我都成日去琶洲展览馆，而家都嫌细啊。对于香港嚟讲，琶洲展览馆一个好大嘅地方，会展无法可比。但系新嘅展览馆已经喺东莞啊开始形成噶啦，上网查一查，睇一睇。倾全国之力去补收补东莞，而家政策系偏向咗。有个网友同我讲，佢话：屌你老味，中兴同埋华为，屌你老味，深圳做唔切上东莞啫。当然唔系啦，呢啲咁嘅所谓企业，
騰訊他們做任何目的都是要跟著他們要賺大錢，他們要跟著指揮棒來動，為什麼要去東莞？去惠州就更近一點，地價又便宜一點，是不是？河源是不是？梅州大量這些地方，是不是？為什麼要去東莞？因為國策成中國共產黨之力現在就在東莞，自己看看廣州不停地擴充，最近增城都已經撥入了廣州，既然增城掛綠我們 很出名啦，吃荔枝是吧？是吧？屬於新塘，東莞的邊緣現在都變成廣州，大廣州吞併佛山，佛山吞併了南海順德，中高明學山，大量的東西變成了佛山，學山好像不是，學山五邑那變成了全部都歸集來的。那我就是這樣說，跟著廣佛同城，你廣州人比我了解廣州的發展是怎樣，一路向邊緣大市區，其實即是等於現在歐盟的模式，一個國家不行集合了二十多個國家就行了。但是歐盟因為各個國家的文化有衝突，不能夠做什麼要開會決策，轉身很慢，但是廣州不會，為什麼？是不是因為共產黨的指揮底下是全部要唯一的指令？我沒有說廣東人好廣州人好巴閉，沒有說，但是他們的決策是比我們快，他們錯了調整都快，因為他們說話不算數，今天說完明天一修正主義一修正了就搞定了。但我們香港都要立法會，雖然立法會呢沒有用沒有用，但是都是這樣說，他們效率高，但他們未必有我們的所謂民主國家民主社會比較透徹一點，有些事要出來討論，他們一個政策最失敗熔斷機制，是吧？但我上次都說地產他們很快學到東西，這單不行嗎？轉做地產，是吧？二三線城市去庫存當然是賣了就是皇帝收了錢嘛，你們經常說哎，屌你賣了都算了鬼城住，他賣了就不是鬼城的了，他賣了的嘛，屌你老闆就是 上會在銀行，那又怎樣？一个批发一个地产商，他揸住两千个单位，他卖不出，银行的风险很撚大的。但是他当他卖出了这两千个单位共同分担了，银行的风险就小了。这个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，但是这个全世界都明白，即是听得我们这节目不都十八廿二咩，我都不相信。但是你们要知道二三線城市，剛才我上次說熔斷機制啊，農村户口吸引人啊，還有最高手啦，一萬元首期三十萬樓，近住高鐵站夾嚟，有些二三線城市是這樣的，三十萬外省的一萬元首期送曬全屋家私電你，跟住咧用你呢、這個用你呢個房產證再同你抵押，跟住咧就可以買多架車繼續供。我哋香港新鴻基128%嘅按揭，即刻屌你老尾排大隊啦，係咪啊？你話佢屌吹更大嘅泡沫，係呢個泡沫係更加吹得大。但係我亦都話俾你聽，喺一線城市，佢哋大叫剛性需求係有嘅，真金白銀出嚟買嘅嗰啲人買咗。即是好像香港咁，楼价点跌啊，冚家产我俾咗五成首期，屌你老尾有咩负资产我都顶得住啦。一线城市亦都系。二三线城市你话佢泡沫化咩，其实个个买嗰啲喺自己屋企买，其实好多系收咗农地赔咗几百万。有冇咁撚多啊，拆迁喎，屌打死啊，赔唔够拆迁。嗰啲呃。但以中国咁大嘅嗰啲系万中无一啊。不要各地省市是真真正正赔了钱给你，农村他希望你呢就搬入来城市住，然后呢就变成了城市一体化，就将你搬了出来之后的不知道很多盲目赔了几百万，即是现在出去旅游啊，下来香港啊，屙屎屙尿啊，冚家产，他是农民来的嘛，他在个特地在农地屙屎是施肥的嘛，我不是为他解释的，他们的行为是这样嘛，我不了解他们，我不谅解他们，因为你去到入乡随俗当然，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，
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但是他手里面就揸住嚿钱，因为他赔了给我嘛，跟住就在城市买一层楼，我在那里居住，我但是他将城世人的地卖了出来，他一世人都没有就业机会的了，洗钱不知道洗到几时，但是那些钱真金白银真的揸在手里面，是不是？好多人都说有钱就是皇帝咯，他们现在就觉得他是皇帝咯，我们香港人都是的，有钱就是皇帝咯。讲返唔会知爆，点解呢？我有时讲你哋睇，屌好撚多人，屌你活喺牢狱之中，乜乜乜乜啊，反对共产党。係啊，反对共产党到最后尾都系支持共产党。因为佢哋就係我上次讲，佢哋呢啲人嘅生活环境喺共产党大嘅。佢哋离开咗，佢唔知道佢应该点做㗎。佢千方百计有咗钱想办法离开，因为佢知道中共产党唔好，当然有见识。但是去了第二个地方，他没有特权，我这里走后门拍拍啰柚，喂，我跟你哪个哪个同学，屌你老母，你不是不帮我吗？打场麻雀，饮食场饭，摆两支酒又搞定，在那里不会有。韩红那些是冰山一角，不可以说他持飞机好撚巴闭咩？真正的有特权那些你未见过啦，韩红算老几啊？了解。喂，你屌你老咩？成日都讲大陆，我哋要了解大陆，因为我就系香港，我喺佢隔篱，佢做任何嘅嘢都影响我噶。我唔了解佢，我点样生存？屌你老咩？你封捻咗个关，唔捻使理佢嘅，唔代表佢唔干扰你，你唔理佢啫嘛，唔系叶普成啊嘛，你唔理佢，屌你等于佢唔存在啊嘛。张德江嚟，屌你老咩？我唔理佢，哎，佢等于唔存在，冇嚟到。六八九，你唔捻理佢啊？屌你老咩？你唔捻理佢，唔交税啊？睇拉唔拉鸠你？是吗？不可以不理他嘛。但你要了解他。了解他。我这个节目做这个特辑，其实就是说不是讲趣事，我讲一些我见到的。或者下节我下一辑我可能我讲骗子，大陆的骗子怎样做法。不要成日都屌电话骗案，我们不讲那么低层次的。我讲一些高阶的。啊，跟着讲楼市这样。为什么中国人有希望？其实真希望假希望都好啦。我哋香港讲到今时今日，香港胜在有李嘉诚、李氏力强。大陆呢，马云、马化腾。马化腾市盈率50倍，个个仲追捧緊，因为佢係马化腾。马云日日屌佢老母，边个唔喺淘宝买嘢？香港人大量。阿里巴巴。讲认真，唔好讲呢啲啦，係咪？劈劈仗，你刘德华在大陆二线明星嚟啊！而家系点解啊？点解？你要问一下你自己点解？因为钱，钱，范冰冰，我哋当年嗰个打迷到我哋香港啊，万千少女少男嘅《还珠格格》嗰三个，我谂最少嘅身家都超20亿嗰三个。可能林心如低啲，但林心如自知拍嗰三套电视剧，揾嘅钱好多。佢自己投资，自己拍，自己做埋制作，卖钱，倾世王妃，最新仲有一套啲林家拍咗啦，推出噶啦，喺大陆。咁你话屌你老咩？佢翻版啫，大陆冇捻嘢，全部假，翻版最捻叻。系啊，因为大陆佢唔俾你原版嚟买嘛，佢想办法淘汰你原版咯。咁翻版咪变正版咯。咁佢变咗正版点啊？大买咯！我哋香港僆仔冇出路，买唔到楼。大陆嘅人唔会同你讲啊，除一线城市啲楼价好贵讲，但系佢心目中唔系睇楼价，系要做生意。10蚊就做生意，20蚊就做生意，30蚊做生意。我举一个例啊，台湾啱啱兴珍珠奶茶，大陆冇珍珠奶茶啦。咁就开始啦，开头做港式奶茶啦，唔受欢迎。做珍珠奶茶好喎，屌你老味，千奇百怪都有，咩味道都有。咁就做出咗出头天，东门四周围都有，各大省市都有。咁做珍珠奶茶，咁我唔识做珍珠奶茶，咁点啊？加盟店，屌你老味，俾钱你加盟，跟住你搵咗大技术，咁好啦。产生咗咩行业俾啲后生仔？我走嚟上堂啊，受训，俾咗钱你开一间店，后尾间店做唔住都啦，我识咗你嗰套嘢，你嗰度讲义，即系你嗰度所谓嘅方法，你哋嗰度嘅
嗰度咁嘅叫做筆記，然後將佢做咗，自己喺網上就發布淘寶，就話教人做珍珠奶茶。咁咧就每一個學員咧就5000蚊，你嚟啦，我喺深圳開，四周圍搭火車嚟啊，5000蚊。咁咧我就包你食宿學兩個禮拜，教你5000蚊一個，我租間屋3房2廳，一間我自己住，慳翻租，出面買兩套機器，低成本，極低成本啊！跟住你啲僆仔嚟學，學完之後你翻去屋企，你唔識攞貨，教埋你點樣攞貨，布吉啦，布吉最撚多，嗰啲所謂珍珠。原材料、發蓋、開頭，而家可能四周都有啦，係咪啊？人哋用咁嘅方式，我識個僆仔，短短2年揾咗几十万翻屋企，揾咗几十万人民幣翻屋企。點解有希望啊？因為千奇百怪咯，因為假咯，冇制度咯。喺冇制度嘅情況之下，佢認為有幾種啦。第一有關係，我老豆老母有關係。我只要搭上呢個關係我就得㗎喇。個個都係希望我搭上呢個搵錢列車。因為佢千方百計去做緊呢樣嘢。佢唔覺得㗎，死你死咋嘛，唔關佢事。佢日都有希望。每一個人都係咁啦。做生意。個袋有10蚊咩，我要做100萬生意。千方百計同同學啊朋友啊識得嘅借啊呃啊行騙，借咗嚿錢輸，輸咗咪行。咁大地方好難搵㗎。最緊要講明借，我唔係呃你。而家大陸有啲有法治㗎，錢債案好難拉㗎，因為唔會坐監㗎，法院差佬唔拉你㗎，你錢債糾紛大家聽過啦，你爭人錢我哋唔處理，點呀？去法院告佢，法院幫你搵人咋，佢唔會判㗎，跟住出通執令，咁叫所有人呢就搵你，搵到你之後呢，跟住法院就搵返個債主同你傾，你放心，有人睇住嘅，唔會打鳩你㗎，你冇錢還咁又點呀？冇破產制度咪一樣白白攞有，即是等于不用还。明白吗？听日去第二个城市，识过啲朋友再来过。是不是？做生意低成本，做生意变咗啲嘢难免好参差，好流好假，但是他们都觉得只要我成功就得了。即是我们不计过程，同香港本土派得，我们目标为本。一样。完全一樣，所以他哋眼中有希望。講幾個人物啦，啊 ，Pepe 醬啦，嗱，趙博提過，其實早兩年幾嘅時候，我已經開始睇佢嘅。嗰時冇咁紅，而家好紅啦，揾大錢，係咪啊？網上拍段片，啲人中意睇，跟住廣告贊助，我哋香港都有司徒夾帶啊。不過你啊，等於人哋九牛一毛啫，係咪啊？網紅自己著啲衫，買咗啲衫，跟住推介化妝品有啦。袁黎明小姐都靠咁起家啫嘛，雨喬都靠咁起家。大陸一樣，但佢市場大你好多嘛，係咪啊？你睇到嘅，咁人哋著衫啫，著衫著得好睇，啲人問喺邊度買啊？跟住佢自己做自家品牌，然後喺網絡紅咗，揾好多錢。呢個係事實嚟嘅，戲院唔撚得咯，屌你老尾，全部做假數。佢做假數係博，即係。即係博做假數嘅其他好多嘅利益啦，但係實際上股票炒高咗，好多人真係揾到錢，個產業鏈係出咗嘅。講寫書天行，香港都出名下噶，濕鳩金錢師喺大陸出幾多版碼？屌你老母，人哋一本天下霸唱賣幾多啊？嚇、啊、鬼吹燈嚇、啊、尋龍訣啊，拍埋電影係咪先？南派三叔啊，最近期啊，比較叫做有名望啲，真真正正即係做寫本小説，即係見得下人，同埋真係對功夫有認識噶，唔係你嗰啲咁嘅濕鳩咩話啊？屌你老尾咩咩功夫頻道啊！屌你老尾一個詠春，一個學老拳，一個唔知乜撚嘢咩咩咩魔像睇下啦，徐浩峰一代宗師，我講緊王家衞嗰套啊。人哋真真正正學武術出嚟噶，佢係導演，亦都係教授，40多歲嗰陣時30多歲已經成名噶啦，成咗名。人哋成到一代宗師，所有嘅功夫來源啊，同埋編劇啊，大部分係嚟自徐浩峰啊，唔係孔告峰呢啲咁嘅濕鳩，係徐浩峰。睇下佢有本書叫做《道士下山》，有繁體字噶。台灣有出，
上半段 OK， 下半段都是写到都是比较散的，变成有些神怪，但是你讲太极用劲各样东西很厉害，看下真真正正看下他有一部电影，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，那个武师要在京城打出头，一个人挑战各大门派，教个徒弟，牺牲个徒弟，成就自己，打败各大门派，等可以在唔知上海定喺北京创基立业，系净系揸住两把嘢，就真系挑战各大门派，好直接简单，冇花巧嘅功夫，又跳高又威亚，乜都捻都冇。但系徐浩峰佢拍到嗰种真系武打嘅武打武侠嘅味道，睇下研究一下。点解讲咁捻多？喂，屌你老母关有希望咩事啊？呢啲咪有希望？每一个毛头小子开间所谓的淘宝店，他就做生意，他有希望，他向上流，他很多是淘汰了很多人，但淘汰的人他觉得那个不是他自己，就行了，输了他明天就想办法筹些钱又再来过，他没有向上流动的决心和那个机会，写书是不是做任何事寒寒面再接手，是不是不要讲这些，讲白客啊，是吧，啊这些人啊，白客所谓万万没想到最近美人鱼他都客串就红了咯，以前只有两三个人而已嘛，越做越多人咯，是吧，大鹏是吧，啊屌丝女士屌丝男士啊，拍煎饼盒啊，在网上到啊！屌你老尾，好捻低成本拍，越拍越贵，越拍越多人。黄泥马戴面具嘅咋，所以咧何志光，你隔两个拍档有机会成名噶，肯定红过佢，因为你屌人好听。屌你老尾，你睇下嗰个黄泥马戴个头套咋，红遍全大陆啊，头头尾尾啊600多万嘅 fans， 就系戴头套，冇人知佢咩，仲系肥仔嘅，好似我咁肥，个肚腩日都打出嚟，着件 T 恤。咁我咪话咯，呢啲咁嘅人喺大陆红咗，搵到钱，变咗好多人去睇，睇咗之后佢希望佢会，佢就去，每一日都做紧，每前赴后继，所以佢哋眼睛有希望，唔系真系有希望，而系佢哋感觉生活上有希望。好多地方啊，本身经济好差噶，但系佢啲人觉得好幸福噶，点解？香港人比较发达，但是香港人觉得没希望。感觉有些人望着说，哎，你凭感觉讲嘢，是啊，凭感觉讲嘢。你去生活你未知，他又骂共产党，但他骂共产党，但是他知道没有共产党他们生存不到。是要在共产党这种模式的底下。所以我没有说没有资爆，但是未来十年真的不会有。因为共产党是行政策，我讲过一个故事，早轮。早两啱啱做呢个节目，前年啊，我去湖北起新楼，全部装晒太阳能板，3000多元套，可以赊半年找数。咁啊变咗悭电，用热水，冚家产冬天落雪冇太阳，所以要煲水，所以太阳能板系冇用嘅。热天屌你老母有阳光，热到38度，煲乜嘢热水啫？嗰啲系废噶嘛，系咪啊？你唔好理。做唔撚掂，傾銷去歐洲，嚇撚到歐洲人，屌你老尾，好撚彩默克爾冇賓州嘅啫，咪鳩到縮埋，屌你老母，你咁樣傾銷搞掂，佢啲所謂嘅咩太陽能事業啊，全部俾你搞撚掂啦，就係咁個政策扶持咗佢哋揾到錢，所以勉勉強強回應咗啲人啦、啊。呢一節其實就講翻，我講嘅未必係啱嘅，但係你哋有時你聽了解得多啲。多个角度咯，我唔识大数据啊，我唔系赵博，因为佢啲真系读得书多，非我哋呢种人能及。但系我哋贴地，我哋喺嗰度生活，我嘅朋友全部喺嗰度，香港都系。有时间俾我讲下香港，我睇香港嘅嘢同你哋睇嘅香港嘅嘢可能唔一样。啊，因为我本身就系一个读书少、营营役役由朝到晚嘅人。我哋本身好多网友才高八斗，我有阵时觉得系咪 Tony Choi 隔篱啊 ，Johnny Fox 隔篱啊，大英隔篱咧，我掹车边，我真系提鞋都唔配，脑筋唔够快，识嘢唔够多。但我唯一嘅即系仲有讲嘅价值就系、
我的人生经验俾我睇到嘅嘢同你哋可能认知嘅有啲唔同，所以听呢个节目闹我应该，因为真系鸠噏。咁你鸠噏得嚟，可能听咗之后，喂，自己睇下，可能有啲唔同咧。觉得而家佢哋中国大陆发生嘅嘢，你真系唔同咧。老师讲得啱嘅，佢活喺一个虚假嘅。虚假的嘢上高，我从来不叫他，你没有在我节目强国人，强国人不会在我口中听到，中国人，他们是中国人，现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，强大在哪？人心虚怯，做什么都怕，所以先做什么打撚了交先，真勇武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这样，就没有人保护到他，这个就是中国人。但是我讲回广州，讲广州很多人找到钱政策嘛，但是广州人他们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底下。为什么广州人是处于一个很危险？所有广东省当官最高级的那些都不是广州人，只不过你广州人的文化底蕴强，凝聚力强，那些是 外来人捞仔捞妹，你们比较揸得紧一点，但是你们走后门，广州人不走后门，不要玩我啦！屌你老母，最捻多老千啊！全广东最多就在广州，包括黑鬼，哎，对不住，种族歧视，巴基斯坦人、南亚裔人、俄罗斯、乌克兰，我认识很多，全部老千，广州人大量冇嘢做嘅，包括香港人好多五六十岁、六十零岁喺大陆生活咗一无是处，然后佢学识咗大陆人嗰套，然后用香港人嘅名义就系喺广州行骗，走后门。广州人都叻噶，好叻添，但系你哋走嗰啲小后门，但系外省人佢哋走唔系走后门，登堂入室。因为最高的官阶在他们那里，最高的级别的部长、市委，全部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勾结的不是你们，你们只不过给钱少，贪小方便，贪小便宜，一路淘汰你们。广州人自己认清楚就行了。深圳不同，深圳本身深圳人已经大捻把钱，不用走后门，没人喐到他。渔民村、渔农村，我睇住渔农村发达嘅，点为之发达啊？渔农村系七层嘅啫嘛，发展福田口岸断单米收，屌你老母臭位隔篱即刻第一时间叫抢建，即刻起多栋，嗰栋明明咧，屌你老母得200尺嘅啫，300尺咁捻窄嘅啫，地方嘅啫，佢老米起150尺，一路起高佢起到9层，七层楼加到12层，喺上个顶不停咁起，等你收，跟住赔钱，发达。跟住落福田楼运起，全部拆晒，起私人楼，仲留保留几栋，嗰啲人全部赔晒钱，赔几多钱啊？黄岗村啊，去问下黄岗村，深圳最有钱嗰条村，香港人最中意噶啦，三沙一水水为隔离，黄岗村面积最大，最多钱，人哋喺外国读完书翻嚟，多个企业经营，黄都酒店啊，好似系黄咩酒店啊？两栋啊，喺黄岗村对面起咗两栋酒店，逢系黄岗村啊有居民证嗰啲，去食饭啊租房唔收钱，大捻把，即系叫做乜嘢？我哋叫乜嘢？大连百货啊，大捻把货啊！我唔系睇高佢哋啊，我系睇低自己。我哋香港亦都有姓文嘅一条黄巴线，而家搞水化城，亦都风山水起。你不要以为黄岗村没有香港人，当时抵旅政策大捻量的人落咗嚟香港，攞咗身份证，然后翻上去生活，攞咗香港福利，翻去大陆再收一层福利，个个仔女全部身份证，嗰啲都算是香港人，走正面。你去江夏睇下，嗰啲大业主边个唔系香港人？租屋嗰啲啊，农民房，但系佢哋嗰啲系嗰阵时。抵旅政策走过嚟香港，了解佢点解可以一车车，佢都冇香港身份证嘅，屌你老母一车车车落嚟同你投票，投票系咩人啊？人哋保皇党啲贴票系咩嚟啊？我讲咗个事实你听啦，
世世代代子女抵女政策落咗嚟香港，香港身份證就翻翻去，跟住屌你老尾賣地賺大錢，然後啊盡佢哋共產黨子民嘅義務，屌你老尾保維護保皇，維護共產黨，維護保皇黨，咪一車車落嚟咯，個身份證唔會變出嚟噶嘛？你成日講嗰啲人點嚟啊？人從何來？即係錢從何來？本土派錢從何來？平地有嘅，係咪啊？呢啲人平地真係唔係。佢哋你唔好講而家咩種人落嚟啦，好撚閒嘅啫嘛，嗰啲真係嫁落嚟嘅，你屌鳩佢冇意思。你要睇下你落嚟，你哋嗰啲人係咩人，係咪啊？我講其實我中意講經濟嘅，其實講呢啲咧有陣時好悶，係咪啊？但係我都話啦，你了解佢，唔好講深圳啦，講上海，大上海，上海人好自豪嘅一個外灘。你哋維多利亞港噏咗幾十年啦，而家屌你老母變咗條窄河咯，係我哋香港人造成。但係陸家嘴去嗰度睇，由陸家嘴望翻個外灘好靚啊！啊，你話金玉其外，一又係敗絮其中，係咪啊？但係人哋保留咗上海嘅文化喺嗰度，係嘛？城隍廟一個生煎包、黃魚麵。在街市檔嚟啫，食個包你話，哎，動你隻手指。上次阿邊個先極力推介啊？阿 Vincent 啊，大 V 啊，啊，屌你老母先極力推介同阿 Jo 啊，佢哋使強國生還者先大力推介。係，我哋香港有飲食文化嘅，我都講過。大陸好多茶餐廳能夠成功嘅做生意，真正嘅小本經營做茶餐廳，咖啡奶茶。私密奶茶在大陸不流行的，咖啡屌你老母去等到喝杯咖啡，星巴克那些是慕名的，去到香港，香港的茶餐廳有多少人喝咖啡啊？不懂的，二三線城市都不懂，大城市都不懂。我告訴你，你不要以為你香港很厲害，但是都有茶餐廳。茶餐廳賣什麼？燒味，他們等於燒烤，我哋香港燒味燒鵝好撚中意食，去台灣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小段都有燒臘賣噶。台灣你留意一下，我哋嘅燒臘、廣東燒臘、香港燒臘，去到全中國、全世界點心做茶餐廳全部點心賣，所以泰興咪做一點咯。翠華翻到大陸都要賣點心啊，亦都要賣燒鵝、叉燒飯啊，香港冇。看看人家去適應了那個水土，然後做一些香港特色的東西去賺他們的錢。有些廠佬說做了幾十年都不是你所說這樣的，你做廠的嘛，是不是？我說回即剛才我自我介紹了一小段，我做運輸的，我做上貨的，上貨即是自己方式的將貨物財物回大陸，大陸來香港，不同途徑。我曾經做過在上高跟那些人即是放數的，哎屌你老母，你怎能知道那些人借不能到錢的，你都不知道做企業那些多撚難啊，屌你老母，你識閪咩？屌你老母，借不到錢的，借給大企業的，屌你老母，借不到錢，因為你沒有樓沒有房產，跟香港一樣而已，你做生意何來借撚到錢給你啊？大陸都是信磚頭的嘛，剛才我咪講咗囉，你一萬蚊個人搞定 ,OK, 冇問題，俾一訂呢層樓係你啦，送曬家私電器，咁我想要個車位買架車，好啊，用返呢層樓再增大一倍，然後抵押繼續買埋架車繼續供。喂，你唔能夠你用廠佬嚟計㗎，你廠你哋要開 LC 呀、啊、開盛呀、啊、嗰樣嘢，佢哋嗰啲都係香港一樣送磚頭，冇分別㗎。哎，咁你頭先你又話我老撚土，屌你老尾，哎，年青人買唔撚到樓，年青人買唔到樓，佢又唔識買股票，冚家產咪做生意囉，極低成本。十蚊要做一百万，亚洲电视老萧讲噶，佢讲得好啱噶。佢嗰日讲紧完，我屌你老咩？嗰日改个笑捻咗万，因为老萧真系明白，佢唔系纸上谈兵。大陆人做生意就系咁噶啦，我搭个棚搭得够大，搏你一铺搞掂咪搞捻掂咯，搞唔捻掂咪争人一身就拍拍啰柚咯，争你钱有几捻大件事啫，命一条啫嘛，边有香港人咁矜贵啊？
香港人而家揸人周身債，咪破產咯？冇啊！每日幾多個案啊？其實只不過話佢哋有前冇後，打死霸就。他們的希望在這裡，他們的出發點在這裡，他們向上流，他們去到外國那盤水不對，他賺到錢落葉歸根，中國人落葉歸根，我都要回鄉下，不是這樣的，是因為他們沒辦法適應到，但他為了錢要去，為了一條後路而去，因為都是每一個中國人土生土長在那條村裡，他都覺得那村委司機由小玩到大的，屌你老闆，他怎麼欺負我，冚家產我認識老爸的嘛，咁其實佢都係講有關係啊嘛，佢覺得佢嘅關係比你深啊嘛，冇錢冇所謂噶。哎，我又同佢拍膊頭。哎，有一日我出街見撚到有條茂利，見撚到我同個村委書記行。喂，你同佢好撚熟啊？係啊，好撚熟噶，咩都噶。我講咩佢聽。咁啊，喂，我有單嘢你揾佢傾下。好啊，我同你傾。咁咪有機會咯。其實可能我村委書記屌你老母就咁撚啱同你行個拍膊頭，但係借撚到呢啲咁嘅做到騙子，騙到錢。然後他做實業可能發了達，很多這些人他咪有希望，屌你老闆，你講大陸這麼好，你移民回大陸，我沒有說大陸好，沒有說過，我只是說他們的生活方式，他們那種文化是這樣，我們要知道，我們要防備他，因為你對著這些人，他在你隔離的，他們沒有底線了，你不知道他的生活方式你怎樣擋的，是不是？屌你老闆，他不是好啊，他这样东西的生命力强大过你啊。你要知道自己在那个边度，大英讲得好。你文化底蕴够的，你香港人所谓香港民族党，你文化底蕴够的，你咪屌你到咩强大，你咪吸收了他咯。我们香港从来都是移民城市，几多人入嚟都同化，同化了变成香港人。我讲认真的，你就是看盛志文啊，何国荣啊，啊，甚至乔宝宝啊，我哋嗰阵时自己嗰个自豪感喺度，咪食咗人哋咯。而家我哋新一辈嘅人，自己做得唔系咁好，睇低自己，觉得自己比人差，惊人入嚟淘汰自己，你落防线冇卵用，你要强大自己，强大唔系搵个砖头掟鸠佢嘛。日本人有冇掟鸠佢？佢日都屌日本仔，点解屌你系都要去日本？因为日本文化去到佢见捻到你嘅文化咁捻强大，佢已经对你肃然起敬啦嘛。知道日本嘢系好啊嘛，即系好似香港咁，我哋从优啊嘛，我哋想办法，但系我哋唔系，我哋而家中香港嘅沦落就系向下流。有本地道嘅香港漫画，我好佩服呢个画家噶，当然唔系画古惑仔嗰、那个。那个我都喜意看，但没看好久了。为什么跟匪类一起。跟匪类一起。我觉得一个很厉害的，可以在信报上写文章的文启明先生。你现在变成什么？因为他有个网台宣传你那本东西，二合为一。而你将你自己你本古惑仔就最讲香港核心价值啦，屌你老母。那现在那些人是破坏的，那怎么办？不过啱。他跟你手写下底下的一样，都是黑社会，都是古惑仔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的古惑仔是有正义感的嘛，有陈浩南的嘛，是不是？不是山鸡这些嘛，是不是？有意见的嘛，是啊，所以所有角色最后吃白粉，就屌你老母一镬过，屌你老母就死够了，死剩陈浩南，死剩大飞，又重新来过，香港是不是要这样？是不是要死那么多人？怎样对下一代啊？你自己笔下的陈浩南怎样对下？好了，不讲你的门生，他最近在火舞耀扬写了其中一段道理歌，他讲的两帮黑社会华兴自相残杀，讲的普通故事你们没看港漫，自相残杀，有一帮很邪恶耀扬他们，火舞他们，他们比较正派的，咁佢哋咧唔够佢哋砌，一路处于危殆，直到最后尾咧揾到个阿公出嚟摆平咗件事。咁咧就话，但系嗰班人做嘢冇底线，乜嘢都嚟，奸淫掳掠乜都出，为咗但求目的，将火舞耀扬呢两个主角咧逼到黑骨堂呢啲要死啦。到最后尾反败为胜，好多人力挽强难，将佢哋全部打低晒。但系。他已经将黑社会的
的文化或者香港代表香港的文化全部已经改变了。钱行头没有道义，最紧要怼冧你，目标为本，香港的沉沦开始。这个是他们那本书的其中一个智者叫道理哥所讲。我们现在香港也是这样沉沦着，是因为我们守不住被人家搞到这样，然后守不住之余，最后我们即使反败为胜，即是好像所谓本土派那样，你反败为胜都没卵用，因为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，是你们有份将它改变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讲到这里啊，看看待会有没有能力再录多次啦。讲到这里，比希望大家听完想一想，啊，再见。